老板，力度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老板舒服吗？哎，你话咋这么多呢？你是不是想我办卡呀？哎呀，我没有，就是你长得太帅了，我想多跟你聊会儿天儿。是吗？老板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说话，好好按行吧？你让我闭眼睛休息会儿。好吧，那你休息吧。行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有你这么对老板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没控制住。行行，你别按了，就起来吧，去吧。别的老板，我再给你加1000块钱，再按一会儿。不是，你加多少钱我也按不了了，你都按一上午了，脑袋都摁秃噜皮了，你快起来吧。我回公司了啊。那我中午去公司找你，咱俩一起出去吃饭，你别忘了。忘不了啊。行，行，那我走了走啊，吧，拜拜拜。拜。不行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有你这么对老板的吗？你呀？赶紧走吧，一会儿不赶趟了。李宛如，你等我中午见着你的啊，你等着啊。